好的身材，没有礼貌的脸蛋，有没有？对不对？我们只有一颗对音乐最真诚的心。来到我们飞鱼的呢，都是喜欢，真的喜欢听音乐，不是去看声光效果，或是去看身材的，好吧？啊哈，好的。我尽量把这首歌唱完整，好不好？你也说真的，这首歌很累啊，那舌头肺打结啊，好吧？你速度放慢了，我们速度原速是多少？打多少？到84。对，已经做84。对，减六，减六。减六嘛，试试看好了。快点来！Hasta que las horas